幸好这木桶还能用。好点了吗？好多了，谢谢阿紫姐。没想到你这么坚强，被蜘蛛咬了也不吭声，硬是扛到了现在。一路上也没帮什么忙，反倒连累了大家。别这么说，其实我们应该感谢你的，要不是你，我们也不会聚在一起。你再泡一会儿，有事喊我。生啊，你看我怎么还晕晕乎乎的？你再帮我看看。看来是走路加快了蛇毒扩散的速度。那怎么办呢？明天必须拿到蛇形花。我平时为什么不愿意辩解了吧？哎，木生，你能陪我说会儿话吗？我害怕。阿紫姐，拉弓射箭的动作太帅了，英姿飒爽，令小生着实佩服。我长这么大，还是第一次觉得女人好勇猛。小宝他爹，你怎么没完没了？我怀孕的时候，他跟别人跑了。怀孕了？睡吧，一会儿缓慢。不睡，我要保护你。这世界很酷。